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红果果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玩超级飞侠的益智拼图。拼图上面有乐迪、多多、小青。这辆车车和这辆车车是谁呢？我不认得。小朋友们有认得的吗？这是超级飞侠和世界各地小朋友们的一张合影。好了，打开包装，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拼装超级飞侠的益智拼图哦。拼图全部取下来打乱了，这张拼图一共有40片，而且底面没有图画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玩超级飞侠拼图游戏哦。
好了，超级飞侠的拼图拼装好了。谢谢小朋友们和我一起拼装，你们真的很棒，聪明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拜拜。